今天是我留在这里的，该算是最后一天，对，就稍微开心一些。是洗澡的地方，第三间是我。这里的后面也可以晒衣服，这里这样上面有屋檐，现在这个插头是可以用的，早上很多人都在这吹头发，接下来就是厕所，算是蛮干净的。这个抽屉好小，所以真是的。饮水机也在，这个是下楼的，这是上楼。这片景超级。出去是睡一觉，这边看出去那边，这里是三楼走出去之后的大平台，接下来就是一楼看出去的样子，一楼那边住的是男生，然后二楼有一半是男生，其他就都是女生的。走到中间这里，就有一个小型交易厅。可是这个电视到底是怎样？从这个阳台走出去呢，就可以看到对面的静静斋跟学校的乌龟池。大家会坐在这边讨论或者什么的。然后，这里就是自修室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里的话，就是刚看到那个平台，超漂亮。住的是307。圣诞老阿公，这太夸张了，超好笑，真的太夸张了，看来很多都是我贡献的，你知道就好，先生是麦当劳，我应该可以吃，太夸张了，不行，文费楼不是这个人，是那里，文费，这个是中阿车，可能就是怀远斋，得是。知道。那你是骑脚踏车？偷拍阿车的学生证背面得是。还真没有那些平面。哔哔。Let's go。静静的二楼。并不是好吗？
这导览二楼，那边呢是男生住的，这边呢是阿车住的，这个是，我从来没偷过哎，真好喝哎，哈，哈，我从来没有在这里偷过贩卖机哎，骗了我不少钱，耶，接下来呢是三楼，我每次上来楼上之后，然后就这样往下看。看我同学到底走到哪里了有帮我开门了，我还是逼了，你哪有？哦，小 tip， 按这里。哦，交易厅。啊，能进去啊？好像不能进去呗。你可以从这边拍一下吗？拍到里面。就是有钢琴，然后沙发跟一些桌子。对，我们有时候在这边做作业。等一下，再说，再会看到，都看到了。镜子，受不了。然后，哦，自习室。自己开门。自己卸手。也是有，就是沙发，然后桌子、椅子，可以在这边读书。这边就是比较安静，因为家里听会有人吵吵闹闹。我的房间。现在要走去浴室，厕所。芙蓉糖，右边是浴室，开一下。对啊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是比较旧的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叫水帘。总共有23间。就是进来之后左转，有六间吧？对。水莲堂。有插座，然后有人会在这里吹头发。对，洗完之后会插那个吹风机，然后在这边吹头发。好新哦，新点点的。对，就是这学期刚盖好。有三间厕所，这里只有三间。对，这里。然后其他就是浴室，长这个样子。看起来超新的，像饭店。因为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就不会，东西就不会湿掉了，东西就不会湿掉。但缺点就是它的那个水柱比较小，水量比较小。对，15间，静静的那个浴室，太近了，要拍我吗？静静的浴室都在一楼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到一楼。好的，浴室。有人会在那里吹头发。
可以用啊，可以吧，因为我都是去那个储物间做事。12楼，这边有一面镜子，然后这是脱水机，一二三楼都有，二楼还有烘衣机，对，只有二楼有洗衣机，一楼没有洗衣机，然后二三楼有洗衣机。看一下这个插座，为什么？因为晚上有些人就是太晚回来，然后洗澡的话就会在这边吹头发，就不会吵到房间里的室友。没错没错，但是要把门关起来，不然会吵到其他人。这是你都在室友，照一下右边，照一下。那就是可以晒衣服的地方，两边都可以晒。对，用夹子把衣服夹好，不然风太大的话会被吹到地板上，拍一下那个吹到地板上就会像这样，小心点。然后有些上面的那个板子就是不在了，所以下雨的时候就是可能要自己找一个不会淋到雨的位置之类的。很多人都会放板子下面。对，